當然我希望揾到其他黨，即係通常你會見到咧，針對人就比較易講少少啦。嗱，我頭先都即係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好多時我會話其實即係好多時喺網上裏邊，頭先我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一啲即係行動啊，或者可以好多時講到一啲次文化嗰方面啦。咁其中一個幾即係我隨便打組字，我隨便諗啫嘛，今日隨便打呢六個字啦。咁然之後你見到其實有好豐富嘅材料去講，嗱我唔係講量，係講嗰個多元化。話你會見到網絡大典有民建聯，我見到片有民建聯，我見到網誌有民建聯，我係見到依、我有一個叫做香港獨立媒體，即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獨立同埋唔係受到即係係一個獨立同埋一個其實係一班社即係一班關注社會人士組織嘅一個組織，喺望即係獨立於主流媒體一啲報導嚇等等各方面嚇網上討論區啊係啊等等啦嚇咁其實最主要目的就係話咦其實只需要你被擺上網咧，你會被塑造不同形式去做出現喺網前，無論係一段片，無論你係一個網絡大典嘅詞條，無論你係一個網誌裏邊俾人談論嘅內容，無論你係論壇文裏邊俾人恥笑嘅一個主題都好，係好多面向嘅，好好玩嘅嚇。咁、所以其實我做呢個研究係就咁玩嘅，咁但係其實玩得嚟其實都有一啲即係研究發現啦，當然有好多啦。咁我試下。如果你播的效果比較慢，我就跟住片我都不播了。如果覺得都 smooth， 我都可以播少少嘅。咁但我都要看住時間，因為嚇時間都有限，大家明白嚇。好啦，如果係單單針對民建聯最無恥，咁當然有很出名的即係片啦。咁係啦，得好醜啊！不如咁啦，脆脆地播一段片算啦，跟住我就唔播啦，因為我知道。聽住啊，係啦。咁我諗其實最主要都係播，Internet 都冇，都好快喎，其實。聲嗰度有冇？有冇喇叭？個聲嗰度咪未播喇叭，未插喇叭，插翻。我有聲先好聽嘅，中廣部就唔係好精彩，最精我揾下揾住最精彩啊！中廣部而家係邊一區嘅？九西。九西的區議會主席啊，係啦。唔緊要啦，係啦，係因為關閉程式啦，係我想安全喺度，就關閉程式。好，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咁啊，聽我把聲啦，咪得。係啦，唔好意思啊，準備，我準備嗱，當然有啲係片嘅，有啲譬如話你會見到啲幕，即係我依啲開依啲就安全少少嘅。咁關於即係民建聯最無。最無恥呢樣嘢咧，其實我諗，其實用唔同形式去展現啦，咁即嗱，依個要識曬啲邊度啊？我依個可能 OK 嘅，依個唔係片嚟，片我啲我唔放得出嚟啊。咁譬如我裏邊見到就係話詞條都有啦，咁依一個叫香港網絡大典裏邊咧都有一。條詞條關於即係民建聯啦，嚇，甚至會見到 Emilia 都有即係都簡介翻呢一樣嘢等等。咁同埋我諗最大特色就係香港網絡大典本身啦。你睇落去其實
係一個好似係一個好放大少少先。咁你會見到就係、是、啊，拉咗一部分。好啦，我就放大得放大翻少少先。即係我知道。咁你會見到即係對於依一個組織啲幾另類介紹啦。咁其實你永遠唔會喺呢個民建聯嘅官方網頁見到依啲咁嘅介紹。又或者譬如你會見到即係李柱銘少依個民建聯就係依一個根據北京而即係給予嘅民主等等啦。咁我諗其實都係一個幾另類途徑去認識另一啲政黨等依一定一個政黨嘅。好啦，我調翻去。各方面啦，咁亦都有高登論壇等等。好啦，咁然之後甚至我哋會見到咧，即、就、係、是、根據3月23日為止，其實仍然都有超過100,000即係朋友咧，係仍然去加入呢一個結集網，我相信可以召集100,000討厭民建聯的人一拍呢一個咁嘅呢一個組群。咁其實你話？比較翻依一個上壓嚟不到，谷嚟谷去都得嗰20,000+咧，咁咁你會見到其實喺互聯網世界裏邊咧，即係其實似乎即係親建制嘅力量，基本相對嚟講係薄弱嘅。咁但係我哋唔能夠即係忽略一樣嘢，就係話最近咧，因為依一個財爺嗰個退稅，即係唔係退，唔單止退稅，甚至係派錢方案咧，其實亦都激起咗有一班香港人對新移民嗰一種即係，我諗即係叫仇恨啦。咁甚至有一個組群我喺隔離一方有用到，咁就係、是、即係新移民冇資格攞6,000，咁然之後即係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先可以攞6,000一個咁嘅組群咧。其實喺一日好短時間都已經有成幾萬人去加入咧。咁其實好多人都會好擔心，就係話其實香港人本身即係究竟對自己國家一啲新移民，即係其實都係即係中香港都即係香港都係中國一部分咧。但對新移民嗰種憎恨會唔會其實都反映到，即係香港同內地嘅關係，其實會唔會係透過新移民嗰種憎恨嚟到呈現出嚟？即係換句話講，就係話香港人又要賺大陸人錢，但係又憎大陸人嗰種即係幾變態心態，會唔會係呈現咗喺一啲弱勢社群嗰度？好啦，嗱如果你睇翻我即係嗰個宣傳，其實都提過幾個重點啦。即係我諗第一個重點就係打破官方同埋建制打造出嚟嘅話語同埋霸權。咁我諗我用六四做一個例子去説明啦。咁當然六四我諗其實即係喺北京當局嚟講仍然都一個好大嘅即係禁忌啦。因為我諗其實我經常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人點解講大話？因為恐懼，因為驚。即係細路點解？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做父母，你仔女講大話，即係仔女講大話，其實唔係因為佢生出嚟中意講大話。不是因為他喜歡講大話，而因為恐懼而講大話。我覺得如果將這件事放在一個國家裏面，其實都很相似，即是說其實北京當局無論換了哪一個高層領導，他仍然對六四恐懼，無論是胡溫甚至將來的即李克強和這個習近平都是很驚死，所以他唯有用講大話的方法去否認的方法去到將依件事件將去抹黑啊，話啲學生領導自私啊，又話其實冇死過人啊，又話你咁多年，即係有一段片其實真係好想播，我希望一陣間真係播到，即係因為嗰段片我覺得都幾 meaningful 嚇、就係一啲話語同埋霸權。你睇文字可能唔過癮，但係我覺得睇依段片真係過癮嘅話，我好想睇依段片。嗱，點解播呢段片咧？呢段片其實某程度上可能都反映到某啲內地人同埋某啲香港人對六四事件嘅睇法嘅。即係我唔否認有啲香港人其實佢會持呢種睇法，咁喺呢度就唔會做一啲判斷或者去評論。